梦想，让音乐充满无限可能。第三季《梦想的声音》已经播出四期，激灵不断的追梦歌手在这个舞台用声音唱出梦想的花。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不仅会拥有更多好听的新声音，好听哦，就是我认知里面女生最爱的，更加会看到上一阶段获得与梦想老师合作机会的追梦歌手荣耀返场，继续讨价。神秘老师王嘉尔用他热血的舞台、专业的演唱、全心全意帮扶追梦歌手的温暖指导，完成其本季第一阶段的老师任务。现在，他要将梦想舞台的接力棒交接给梦想老师张亮颖，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欢迎新晋老师张亮颖。欢迎回来。你说的怎么认真？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恋，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规划成功，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付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你看亮颖老师非常的有诚意啊，人家咱们中国人说迟到了要自罚三杯，他迟到了自唱三首啊。
谢谢亮颖老师给音乐再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也欢迎来到现场，亮颖老师请入座。谢谢。开启非凡梦想，欢迎各位来到浙江卫视大型音乐圆梦节目《VIVO 梦想的声音》。今天特别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乡村支教老师汤杰。您好，汤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凉山庙子小学支教教师。我们学校呢是在大山里边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学校，全校只有15个学生和2个支教老师，所以我除了是音乐教师之外，还兼任了我们学校的校长、年级主任、数学教师、体育教师和学校保安。今天来到这里是希望能把各位歌手的表演带回去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除了大山里的歌声之外，也可以听到外边更多的更好的音乐。谢谢。谢谢您汤老师，谢谢。请用我们到目前为止最热情的一次掌声送给所有的这些志愿者们，这些老师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追梦歌手登场。哇，喜悦在上期的节目中以一首摇滚天生大一号向胡彦斌老师发起讨教。胡彦斌老师，让我爸爸妈妈在电视上能够看到他的姑娘，他在认真的做音乐。恭喜你，你现在有机会可以和彬彬老师合作了，并最终获得与胡彦斌的合作机会。谢谢。这一次胡彦斌老师将与彭喜燕合作，一起向他的第二轮讨教老师谭维维发起讨教。维维姐，维维姐，他进步了。谢谢。欢迎彭喜燕回到舞台，准备的怎么样了？有点准备的就很好吧。我要你很好，你犹豫什么呢？这替你担心啊。准备的啊很好啊。来了还紧张吗？上回上来的时候其实挺紧张的。其实紧张还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享受这个舞台了。这一次来刚刚特别直接的反应，我跟 JJ 都站起来了，我们俩都特惊讶，说哇，今天你完全就是像重生一样变了一个人，对于我们的那种震撼和那个侵略感是非常足的。我觉得这一刻你就是一个摇滚明星。谢谢薇薇姐。啊，我想四位老师已经看到了，他已经准备好了。当然，他将和胡彦斌老师组成双演组合，共同来向我们的谭维维老师发起讨教。维维老师要演唱的歌曲呢，将会一样从我们的非凡金曲榜当中产生。第一首歌曲是。这首特别好，就这首了。春天在哪里？还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歌啊，特别朴素。我们来看第二首歌曲，请看。我陪你，我陪你，原唱陪你。他就挑这首歌吗？第三个不会是秋吧？哎，亮颖老师发现规律了哈。春天在哪里？被风吹过的夏天，夏天、秋天、冬天，秋天，秋天别来。秋天的歌其实还挺多的啊。秋天里的狼狗。秋天里的狼狗。秋天里的狼狗是首歌吗？不是，我就那么一说。是你喜欢的一个物种的状态是吗？因为我已经癫狂了。前面两首歌。我们来看第三首会是什么？来，请看。秋意浓。
首歌好，这首歌太好了，我也会，好想听一下。这个歌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张学友在香港乐坛的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我记得林俊杰，你非常喜欢这首歌，对吧？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这首歌在学友哥的那么多首经典歌曲里面，它是其中最难唱的一首歌之一。它不单单技术上面很难去唱，它的意境是最难去达到的一首。亮颖跟冰冰都唱过这首歌。没唱过，你就唱这个吧。对，我就觉得微微，他正好就凑合，反正就这样，就三首歌我都会，都会啊，都会都会。冬天的歌，请看。啊，月在冬季，好听哎。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你看这一组是春夏秋冬，今天可能还会有梅兰竹菊啊，东南西北，真棒，都是国粹啊。在您喊之前，潘薇薇老师。从您本质的心愿来说，您希望被抽到的是哪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呢？如果JJ能来帮我，啊，那我肯定是压力不会那么大，因为冰冰跟燕燕的组合，我说实话我有点心虚，真的。不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不会不会不会，你的心虚就是谦虚，真的。我没有虚，我不是鲶鱼。好冷啊！终于跟亮颖搭上了冷的那个。我怎么？他们一定是用摇滚，我们就打太极。我用风接收你的火，把你的火，哎呀，这样会把火吹更大，这样不行。还编得下去吗？我们离开这个尴尬的话题啊，太棒了，真好。好，那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微微会选到什么歌呢？还是一样，您喊开始，您喊停。开始。选中邱立农，二条没有限定词规定。我的脚都在抖啊！你为什么会选《失眠夜》这个歌啊？这个歌里面有一些对父母的思念，就类似于这种的。我从去年2017年出来到现在，回了家两次就。我的想法是这样哈，思念的那个情感啊，可以怎么样可以，可以表达出来？你对你父母有什么特别的部分吗？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也是后来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对，是哪些不一样？我是差不多前年快过年内知道我是领养的嘛。我知道这个事之前，我还很叛逆，你知道，就自己会不听话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事之后，我觉得很改变我，特别感谢他。要没有他们，可能我还不知道我在谁手里。就是血浓于水的那种，更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看到失眠书的时候，我失眠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就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你根本睡不着，你闭上眼在想，你谁呀？你也不知道是谁，你也刻画不出一个模样。我能够理解，失眠是一页翻不过去的书。他的念想就是说，我希望这首歌可以唱给我父母来听，就这么一个念头。是因为这个念头极其的纯粹和单纯，那我也是希望可以助力他继续走下去。JJ， 哎，请教一下邱一农啊。邱一农，我不是张学友啊。不可能，我不是张学友，你请教我一下。你要去找那个原本的张学友，我只是模仿秀出来。你模仿的有点像啊。这首歌有一个诀窍，拉长音那个，你要怎么？颤抖，你颤抖，你需要控制。唱，唱，这个唱，好好唱，好好唱。
你就怎么转？知道怎么转？到这儿立马转，回来，等我一下，这样都拍不到你侧面。我觉得自己的歌曲，我自己可以来担这个责任，但是帮别人，这个是他的一个梦想。我如果帮他搞砸了，这会让我一直很愧疚。很期待这种摩擦的火花吧，而且我们嗓音里面都有那种沙哑的感觉。首先有请彭于晏和他的助理导师吴彦斌老师，请。
接下来我们请双方交换舞台。太嗨了，我第一次听到我这首歌改得这么有意思，很棒哎！我的邱意浓，我觉得应该安静的唱，安静的唱，安静的唱。接下来欢迎韩维维老师。哦，好亮。
无处说离愁。谢谢。太棒了，太棒了。那衣服是个熊吗？不是熊，是一片秋叶，好吧？像个泰迪熊旁边。你看过《西游记》里面那个“我要扎你，我要扎你”的那个？谢谢谭维老师，我们把彭于晏、胡彦斌老师再次请回舞台。这个太难了，我没办法。我非常的舅舅维维今天这首歌，我有看到跟之前不一样的他，背过去很唯美的那一个美声高音的这个哼唱，然后转个身之后再回来，马上就变人了，甚至变性别了，就是。不是不是不是，开玩笑。但我真的是觉得这首歌非常有难度的，但是维维真的是驾驭的无懈可击。我听到妍妍唱第一首歌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以为她晚上会用那样的音色，但是她今天晚上是不一样的，一天之内给了我两个 surprise， 特别特别的棒。谢谢梁勇老师。我用各种角度去考量刚刚两段的表演，因为真的实在太难，真的。在你们的领域里面，你们做的已经是非常高级了。彭于晏，你真的很会玩声音，但是你玩的不会油腻，你玩的不会刻意，你很有潜力，加油！谢谢谢谢这位老师，都非常好。我们觉得没有任何可比性。燕燕不管是从她的声音的特质，到她对场上的驾驭，以及她对歌曲的把握，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专业歌手的级别。彭于晏呢，我觉得你音色当中天然的那些泛音，加上今天彬彬从后面走出来步步为营的三连音，使这首歌到目前为止依然余音绕梁，爱得不得了，非常喜欢。维维呢，他一直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这个舞台上，像刚才那首《秋意浓》呢，就是都是用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内敛的方式。如果说以前其他的舞台跟节目，谭维维赢得的是大家的欣赏，那通过《梦想的声音》第三季这个舞台，你赢得的起码是我的尊重。谢谢强哥，谢谢您。在这个舞台，我跟妍妍我们都是一样的，来学习，像每一个老师都来学习他们身上很好的一个东西。我在这个舞台上需要更谦卑，真的。哇，太幸福了。还有，我特别喜欢你华少，有的人说话你就会觉得我一拍脑门太爱了，你知道吧？真的真的，谢谢谢谢，真的我不骗你，谢谢谢谢，我这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是吧？各位祝梦团的老师请开始合影。他首先这么编就很冒险，这太难了。因为燕燕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了我们的水准。 对好像已经有结论了，筑梦团的最后合议结果是，经过筑梦团合议，结合我们现场观众的意见，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将看到彭于晏，我们将看到彭于晏，彭于晏和谭维维继续挑战，祝贺彭于晏！祝贺你！啊，我当然理解，他现在是有些激动的啊。有什么想跟爸爸妈妈说吗？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我到现在我只有八个字想说，真的，何其荣幸，何德何能，太谢谢这个舞台了。加油，加油！
努力的人都会有一些类似的经历的。你看啊，微微老师，你看那边还有爱戴老师，都在为你高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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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其实每一个走在高位的人，都在背后经历了很多人看不到的痛苦的，因为要花很多时间，都会有一些对自己心爱的人的愧疚。不过他们会为我们高兴，为我们骄傲，多好，对吧？对，特别对。刘老师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也想到自己了，对吧？好，咱们把眼泪收一收啊，是特别高兴的事儿。那个，哎，三位，你们前面有两个目标，冲谁去吧？冲谁去？是这样啊，我规则说了，维维必须帮助彭希燕，没有说胡彦斌一定不能帮助彭希燕啊。你自己说，上不上？必须要加入。这一刻我心虚了，这样的组合能挑战谁呢？那必须得是。赖老师，啊，你其实想想后果，眼光要稍微长远一点。万一他们四个对付你，你要是先上吧，你还有机会跟他们四个。我告诉你，他们四个对付我，我就躺下了，我都没有问题。反正也就这样了哈。好嘞，彭希燕，看您。心里有答案了吗？确认过一生。李俊杰，各位观众，你们即将看到的是彭希燕联合谭维维、胡彦斌向林俊杰老师发起讨教。恭喜你，你干嘛？救我！救我！彭希燕，你是要这一刻马上开始，还是要回去做一下准备？我们从长计议，好吧？从长计议。好，那么让我们就期待吧，期待他尽快的回到现场来完成他的第三轮讨教。再次恭喜彭希燕。来，让我们一起用全新的 vivo X23 幻彩系列发现更多美，打开超大广角合影留念，来3、2、1，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追梦歌手登场。其实我第一期就已经来了，每一次我都在想什么时候我才能上场，今天终于轮到我站上这个舞台，我会好好珍惜。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你后终于分手，分手你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
不能重来，正确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才会明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谢谢你。黄磊老师好。你好，别那么客气，是有点紧张对吗？对，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哦，为什么呢？今天其实彩排的时候，我的有一些音准就抓得非常的不准，然后我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加油！啊，咱们站上来了，这是挺高兴的事儿啊。大家好，我叫郑卜仁，我来自陕西，现在在北京工作，我曾经是一名理工男，现在是一个比较靠近舞台的一个人。朋友们一般叫你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倒是好记哈，也是好事儿。嗯，刚才他又说你是一个现在很接近舞台的工作，这是一种。其实我是一名艺人助理。哦，艺人助理。哪个艺人？不是台上这四位当中的一位吧？不是，这是。没事没事，不方便说可以，没关系，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没事，小红哈。是歌手还是演员还是？不说名字，问问不行吗？可以。你们不好奇吗？好奇。就是嘛，就是哪个领域？是一名跟音乐很有关系的一名。哦，跟音乐很有关系的。哦，我知道是谁了。知道了吗？嗯。嘉儿老师，不是这一季还没来过对吗？对，这一季没来过，意思就上一季来过，离破案就不远了。还有谁？还有谁？哎，那我们列个单子。算算，没事没事，感觉好一点了吗？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他好可爱呀！实在猜不出来，就到猜到这儿了啊。那我换一个方向好了。他知道你来参加这个节目吗？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因为我觉得你唱得很好，所以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很鼓励你来参加。小红，我在台上也有特别紧张的时候，还扶着钢琴，脚还在抖，所以说没关系的，你已经非常棒了。谢谢老师，谢谢。我其实以前在大二的时候是一名练习生。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走向舞台。我热爱音乐，那我宁愿去做一名幕后的人员，去向更好的艺人去学习。最后的目标呢，是想站回舞台上来吗？是的，我想。加油。这是个很温柔但是非常坚定的男人啊。接下来呢，将会是小红向各位导师发起讨教的过程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金曲榜分别有哪些候选歌曲。本节目金曲榜由更多人都在用的酷狗音乐 APP 独家推荐。第一首是，来，请看。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哎呀，这
么好听的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嗯，好像就在现场啊，郝蕾老师的作品《月半弯》。嗯，那华少，我觉得后面三首咱们就不要看了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啊，不要太关心我，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你，我只是第一时间觉得那只有两个字，胖弯，胖弯是吗？哦，对不起，你真的有点冷。真的是啊，一个话题聊得大家特别高兴，一下就看下一首歌曲了哈。我们看第二首歌曲是来，请看。十五的月亮，我的月亮啊，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我们来看下第三首关于月亮的歌，来请看。白月光。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好听。心上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是张信哲先生绝对的代表作品之一了啊，非常的好。来我们看第四首歌曲。彩云君。彩云君玉啊。爱上。是否心中满香的。这组歌曲的主题是向筑梦团老师致敬啊。来小红。你来给他们抽个签吧，先喊开始，先喊停，来开始，停。白月光，好听的。我们来看一下限定词啊，独门绝技，海豚音。我帮你想好了。那这样吧，咱们先拿起咱们的 vivo X23来互相推荐一下，好吧？这个 vivo X23啊，特别的棒，因为它出了新的颜色。你看我这个是北极晨曦。我这是什么颜色啊？你这个是星夜海洋渐变，看到了吗？我真的看到了海洋。这个背面还蛮好看的，靓妹子。哦，为啥嘞？比如说独门绝技，吊着威亚唱海豚音，涮着火锅唱海豚音，或者是跳着舞，这样飞天般的唱海豚音都有可能。你要不要给我加个水袖？明白了。那您觉得您的独门绝技是？我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评价我啊，我咂摸了一下啊，我觉得说的真对，是吧？他说谭维维除了吼就是丑。哎呀，我觉得对，我好像什么歌都得吼。哇哇哇哇耶耶，吼吼吼吼吼吼。哎，我觉得我的独门绝技就是吼。那林俊老师，您的独门武器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刘海吹不开。哇，现在呢，我想请问你，小红，你心里有答案了吗？有，有答案了，很好。那么请问，第一轮你要讨教的对象是？张靓颖老师。张靓颖老师。倒计时三个小时，开始。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大家，我的独门绝技绝对不是海豚音，海豚音真的不怎么样。我的独门绝技是，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它这个好吃，火锅味很正。这才叫独门绝技。我觉得加在最高潮的部分是最合适的，而且是一个很轻轻的、淡淡的感觉，是有一种憧憬在里面。心上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上不上去这个？我是觉得这是很冒险，实话。即便是在台上弹二十遍，今天你这个歌也唱不通。我非常不建议你唱这个歌，实话，歌可以改的。然后大家都喜欢你，我希望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希望大家知道你的特色。对，
只为了那一首歌。不想辜负自己，也不想辜负任何对我有期许的人，包括小豹老师，包括刘卓老师，在三小时为我编的曲。不想辜负他们。现在听一下我等会要唱的歌。Hello， 酷狗。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首先欢迎追梦歌手郑古人，请。加油，加油。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看到这一杯找个爱你的人，就像屠夫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你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啊，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走过你，终于等到你。哇，然后声音是真好听。哇，谢谢。加油加油，小红、okay、小红小红 OK 的 OK OK OK
好听吗？很好听，非常好，真的，我做到了。我碰着这首我不敢碰的歌，终于等到你，就像我在等这个舞台一样，我在等，等一天我能站上来。所以，即使我哭了，也是开心的。让我们欢迎张靓颖老师，开始和她的陪跑战士交换舞台。哎，等你了哦！加油！再见，再见。让我们欢迎导师张靓颖老师，请。你是我不能言
太长，怎么不长？谢谢张靓颖老师，谢谢。张靓颖，我已经看过她表演很多次了，我觉得没有东西是可以难倒她。她用一个非常有点小迷幻哦，很迷幻，但是又很讨喜，然后又很深情，然后她还具有一定的时尚感。对，对不起，我喜欢夸自己的。而且我真的觉得跟光老师好爱你哦。包括前面的那个钻石光，到突然间变黄橘色，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包围着你，我觉得那些都是真的有爱，而且他也不会过多的让我们觉得说他在炫技，因为海豚音这东西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为了去达到而达到。我想跟林老师说个实话，到这个点了有点唱不动了。刘烨老师，我这小本本。他们唱的时候是记得最多的，小红，我喜欢你那种哀而不伤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你很细腻，可能因为我不细腻吧，所以说我也觉得你太细腻了。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我在这个舞台上听过唱情歌的，你是我认为最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张信哲先生他的声音演唱的《白月光》，如果要形容的话，是一个画面。在西藏的纳木错湖上面有一弯上弦月，听完以后让人心中悲伤而清澈。张靓颖小姐刚才这个版本的白月光，嗯，是在大漠当中的月牙湾啊，上面有一弯下弦月，让人听过之后觉得刚才那个声音不是海豚音，而是一声湖笛。羌笛何须怨杨柳，声心何依动凡人。好讨厌你们这种出口成章的人。好讨厌这个舞台上有另外一个出口成章的人哈。艾黛老师，我觉得小红给我感觉她总是在闪烁，在演绎的时候小红可能过于紧绷，所以让你的点总是达不到最关键的那个点。我跟艾黛的意见有像有点不太一样，我反而是在听古人唱歌的时候是很直接的被打动的，看得出来他是紧张的，但是我并不会觉得他唱歌有不稳，他把那个所谓的忐忑放到这个歌的情绪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他直接的告诉我他真的等到了这个舞台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发挥，他很幸福。谢谢老师，谢谢。那么现在筑梦团的各位请开始合影。是他的声音是条件是好的，天赋满满。筑梦团的各位老师已经有结果了，请问我们筑梦团各位老师最后的合议结果是好。那在这边我们告诉小红，讨教到此为止，但是你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希望你拥有更通透的人生，加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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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强哥，也谢谢筑梦团的各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这支音助理其实离艺人只是一步之遥，但那个一步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有的时候一味的坚持不一定会成功，在选择正确的时候做坚持才是真的会成功。谢谢郭彦明老师，谢谢，再次谢谢小红来到我们现场，谢谢，我们也谢谢张靓颖老师，我们也一起合影留念好吗？全新的 vivo X23 全息幻彩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追梦歌手登场。小小的地球，看日光皎洁，特别让人想摇曳。再早些抱紧你，再早些彻夜深处的皎洁，再好些的我和你。我来，想与你去一趟月亮，想和你坐在你身上，想为你深入进海洋，再给你。有大家好，我叫 Lampo， 可以叫我猴子。我是嘟嘟，这里是 Hodo Brothers 猴嘟兄弟，来自成都。Hodo Brothers 全团多长时间了？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做自己独立的音乐，做了差不多两三年了音乐，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我们成为一个合体。你们这样子的搭配有可能会比你们自己单独出来会有更有一些记忆点，因为你们两个个性很反差。猴子兄应该是比较喜欢反派的东西啊，差不多，我喜欢技巧一点的东西吧，就是比较 swag 一点的东西。我也是觉得这个改编的方向，这个音乐我特别的喜欢，然后我听到他们是来自成都，我很开心，因为我也是成都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非凡金曲榜了，来看一下这一轮的四首金曲榜候选歌曲。第一首歌曲是，请看 Lemon Tree。 Lemon Tree 这首是英文歌，对，改编英文。对，第二首歌曲是，请看橄榄树，好好听哦。我的故乡在远方。我们来看第三首啊，山楂树，哦，山楂树，石磊，山楂树之恋。哎呀，难唱死，好听死了。他的控制简直。我知道了，主题是树。对，哎，对啊。不会有好大一棵树吗？好大一棵树。不对，不是那样唱。不，你们冷静一点。还有什么树？橄榄树啊？朴树。不合适吧？我们说的是金曲榜，都把人弄出来了。我们来看最后一首诗，请看。好高啊！哎，我希望你们运气好一点，可以抽到这首歌。好。你们来喊开始没喊停，我们来决定一下，好吧 ？OK OK。
开始。这是哪一棵树呢？对。这轮的限定词是来，请看。三合一。一。咖啡。三合一就我们一起上嘛。就是把三种不同的树嫁接一下。哎，三种语言可不可以？哎哎，有方言，然后中文、英文这样。柠檬树的上海话是？柠檬子。我的爱是柠檬子。上海话第一句就很难唱了，你来唱一下。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一个人孤单的我陪你。哇，算了算了，这个太难了，太难了。成都话，成都话。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还蛮可爱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记得那天你穿蓝色衣服，蓝色衣服，蓝色衣服。其实这个歌呢，如果让胡彦斌唱，他三合一就方便；林俊杰老师唱的，他只有英文跟普通话。他除了普通话，他还会比划。就上来先来比划一下歌词哈。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个人想跳舞啊。赢了。好嘞，嗯，三合一，侯都兄弟，你们觉得给谁唱比较合适呢？想让导师唱这首歌曲的是，林俊杰老师。有一首歌曲，林俊杰老师的歌曲，让我们非常的感同身受，感觉在写我们自己，叫做《不为谁而作的歌》。有。三个小时倒计时开始。大家三合一，三合一是什么？三合一。合一耶，哇，乐器。三个人合一个一个键盘，不行的，你是吉他手好吗？好，那没关系，我配合你。我向我助理讨教，他是吉他手，我今天就不弹钢琴。三把吉他上，哦，三合一吉他，酷哦，强哦。我想到一个，三个 JJ， 我是 JJ 一，是 JJ 二，我是 JJ 三号。这样我像我这样子，你过来，然后他头再过来，对。今天那个，那等会儿准备啥演的那个？等会儿还是把情绪带进去。我没想好那是。哎，小郎酒得嘛？碰一个噻，整一个噻。哦。小郎酒为梦想加油。三合一，三合一啊 ！TFT Boys 三合一 ，Lemon Tree 再次出击，耶！欢迎侯都兄弟，请。不为谁而作的歌啊！是只骄傲的狮子，扬起脑袋向前跨着步子，保持着天真和固执。妈妈她说我碰壁才会懂事，看不到交道，或许我也会默认。可 iPhone 7并没追随 Jordan， 我只想对着镜子永远问心无愧，不忘记我从哪里来，忘记我是谁。这地盛开的花，野蛮生长吧，我什么都不怕。For real， 把曾经的苦难站得起来，兄弟的呐喊 ，For sure。就像一个无底洞，吞下负面让我走路带风。
翻转地球。我会努力叫醒，爱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都没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吹来，执着一吹赶在夜晚，也记得太阳会升起来。等待真的看得见，不想让你失望。再遇见，再错你的希望，发现这一切有你陪我。Get it。为了不只是属于自己的光明，为了真心。Oh day, oh day。拥有翅膀不只为了飞行 ，For my team always。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都没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瞒过，他是谁？ By the world, I just wanna by the world, like the jungle.谢谢猴子兄弟，现在请猴子兄弟和要考教的导师林俊杰老师直接交到舞台。对，对，哇，他们几乎是把这首歌整个改掉了，两个人默契显然的已经比第一轮好很多了，加油，换我了，欢迎导师林俊杰。三合一，三合一。好，欢迎导师林俊杰。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
三个人是 GFG Boys， 三合一合体。谢谢梁总，再次把掌声送给梁组好吗？谢谢他们。刚才太嗨了，然后我那个位置可能没太听清楚，有一句好像是改了词儿，改了三个字，想说刚好有押韵到，就把零距离放到里面去了。啊，这是一个很棒的默契啊。就是你一说出零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知道是说的是这个词了，以至于后面两次我根本就没听出我的爱是零。哎，这个改编其实有还蛮多心思在里面。所谓的这个三合一，首先先挑了两个搭档，然后三把吉他，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想说三个 JJ 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这样子，就是大概一起这样唱。最重要的是透过音乐。给大家一种三合一的感觉。我们在里面有玩到三种不同的摇滚风格，这副歌的部分就是朋克摇滚，然后主歌的时候比较 reggae 一点，雷鬼一些。然后在中间有一段 solo 的部分，其实我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有点那种乡村 blues 的味道在里面。各种各样360度都要有三合一的感觉。可是这是在目前为止这个限定词完成的相当好的一组设计啊。我先讲猴都兄弟好了，其实你们都用心了，可是这个舞台让我的感觉有点太大了，你们的能量能够再释放多一点，这个舞台才会让你们踏得住踏得稳。 JJ 老师今天的表演，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本教科书籍的。这些精心的设计在不经意之中透露着锋芒，然后锋芒，在不经意之中透露着锋芒，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讨教很值得，我们也学习了一把。谢谢一鸣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回民老师。猴都兄弟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就是把整一个舞台就是像在街头表演那样，然后把自己的那种感觉带到我们身边。那针对刚刚这一组的讨教，我们的筑梦堂各位老师请开始合影。其实刚才他们三个人在舞台上站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虽然现在是秋天冬天，但是很夏天，把夏天带回来是吧？对，猴都兄弟其实同样在舞台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自在的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谢谢老师，谢谢。谢谢。那针对刚刚这一组的讨教，我们的筑梦堂各位老师请开始合影。这是他们第一次上舞台，所以说默契度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些问题。他们的改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温不火， JJ 很好的诠释了作为一个歌者如何能够引爆全场。好，看上去已经有结果了是吧？经过筑梦堂合意，结合现场观众的意见，讨教到此为止。谢谢强哥。我觉得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所欠缺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的，我很爱这个舞台。我们玩音乐，我们可能不会玩技巧，也不玩那些音准，我们玩的是态度。OK。太棒了，谢谢你们。来，让我们一起用 Vivo X 23可以留念。全息幻彩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的美。谢谢你们，谢谢。Vivo
本节目歌曲将在战略音乐合作伙伴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同步上线，打开 APP 即刻收听《梦想的声音》，独家高品质的歌曲。欢迎登录蓝天小网、中国的 TV、腾讯娱乐、爱奇艺、今日头条、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中国新闻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日报网、中国青年网的平台，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感谢首席娱乐门户在新浪娱乐登录深度媒体合作伙伴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梦想声音”超级，了解栏目更多内容。感谢特邀媒体合作伙伴百家号、深度资讯合作媒体采访、凤凰、搜狐新闻客户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订阅我，进入梦想的声音话题。太强了，太强了，担心还是有。我尽力而为，虽然我现在有点手心出汗，有点紧张的，但我觉得表演之前有这个紧张的感觉才是最幸福的。你会是我下一次的心动吗？我是林俊杰。